克拉尼图形是以为平面上面声波驻波所形成的图形，它是18世纪的时候比恩斯特·克拉尼在研究音乐的时候发现的。当一条弦震动的时候就会出现波动，而当震动的频率达到共振频率的时候就会发生驻波。驻波上面有静止的波节和振幅最大的波幅，二维平面上面的波节和波幅就会形成克拉尼图形。今次实验的目的是观察正方形面板上面的克拉尼图形。通过调校信号产生器的频率，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同共振频率之下的克拉尼图形。以下就是实验的结果。